来玩这款游戏《魔法师战记》。二选一呀、啊！啊，我们选这位好了。再战三场，获得无限十连券。有一种，之前那款叫什么？机械联盟吗？有那个 feel 欸。他连背景音乐啊、角色这些排版都有点像啊。我相信你的判断，一如既往。艾斯卡，全都是妹子。上阵，滑一下啊，出奇，后面可以开启五倍速啊，跳过要手除或者是达三十级，战斗做得还算是不错的，还可以啦，这个放置类型的游戏啊。打不过了，后面那个九十九等是怎么样？那敌人九十九等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？有资源啊，一百等的。不过战斗如果少了一些语音的话，就感觉差了一些。待会的无限十连，我要抽一个很可爱的。来吧，医生姐姐来了。唐木木，这个奈弗二 D 好像不多。画像放一放。安格三号，我仍在提醒你。安格三号，安格二，皮皮。安格一号，这个。好啦，再抽最后一次，不管是谁，就直接开了，好不好？零零零零零，耶，尼克，好啦，就他了。哇，全都是妹子吗？啊，没有，有一名男生。不对，我应该这样子好不好？看一下这两位，后面那位是无限十连中的尼克。哎呀，不怎么样哎，刷赛。游戏是半成品吧？好像是封测嘛，是不是？就到时正式推出的时候再看看吧。左上方这边有阵营的，
战斗的时候可以切出来，直接打完了，那么快？学院每日限定功能预告，好，这边可以直接点下一关呢，真的就是很合理的放置类型的游戏啦。高级祈愿，是我石头也不够多啊，也无法什么祈愿的。有一些都没有开耶，哇，真的是半成品呢。好啦，那看他以后会不会好些吧，可能在封测嘛，是不是？本次影片我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